报委员会出席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宣布开会哦。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14，11月18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1:30，地点本院火龙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委员坤泽等14人，请假委员陈委员雪生，列席委员徐委员天才等28人，列席官员11月16日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人等，11月18日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人等主席曾召集委员欧珀，11月16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非营业预算；二、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本日会议所列二项议程合并询答，分开处理，由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人、航港局局长齐文忠及台湾港务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清报告后，既有委员李坤泽等8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人等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委员许淑华等5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简述以书面答复。三：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非营业预算处理完毕。四：交通部主管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含台湾港务港情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区土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除第14、17及第18案留待处理未审查完竣部分时继续处理外，余均处理完毕。航港建设基金审查结果：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追踪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依基金来源照列另征收及依法分配收入项下港务公司营运分配收入预算，配合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预算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用途改列为119亿4012万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33亿3242万8千元；三、结缴国库照列；四、通过决议12项，五、另有委员提案5万不予处理。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审查结果：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服务成本、转投资、重大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应营业总收入照列；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改列为145亿6174万6千元；三、税前净利改列为67亿1945万7千元；三、服务成本部分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部分照列；五、重大资建设事业部分照列；六、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盈亏拨补、转投资及重大资建设事业等项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七、有提案3案保留，待处理未审查完竣部分时继续处理；八、通过决议21项；九、另有委员提案1案不予处理。11月18日讨论事项：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本日会议由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人及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文琪报告后，既有委员叶一金等8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人等相关人员分别予答复。委员陈树叶等4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简述以书面答复。三：交通部主管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处理完毕。审查结果：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服务成本、转投资、重大建设事业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追踪调整；二、营业收支部分一、营业总收入照列；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改列为3112亿5140万8千元；三、税前净利改列为103亿32万9千元；三、服务成本部分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列数；五、重大建设事业部分改列为44亿1499万5千元；六、资金运用部分应依据营业收支、服务成本、盈亏拨补、转投资及重大建设事业等项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七、通过决议16项。八、另有委员提案2案不予处理。散会，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介绍那个在场的委员，有陈欧珀委员，还有我们那个交通部的那个陈建仪部长，还有那个邮政协会的江瑞堂董事长。电信协会的钟胡贵董事长，
那个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林龙松董事长，中华顾问工程师的尹陈鹏董事长，还有台湾都木联谊社的李建龙董事长，还有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徐永浩主任秘书，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那个余孝成副主任委员，还有电信技术中心的李大中董事长。好，我们现在那个广碧玲委员也到场了哈。那现在那个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那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的案由。一、审查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财团法人台湾电信协会、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师、财团法人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暨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3年度决算书案。二、审查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财团法人台湾电信协会、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师、财团法人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暨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三、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103年度决算书案。四、审查国家安全传播委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105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请交通部陈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部主管的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台湾电信协会、台湾网络资讯中心、中华顾问工程师、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以及台湾敦睦联谊会103年度决算、105年度预算以及相关的资料提出来报告，听并聆听各位委员的指教，深感荣幸。本部对于财团法人的监督管理一向极为重视，目前都是按照民法各财团法人捐助章程以及交通部审查交通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等相关法令规定来办理。有关本部主管财团法人103年度的决算及105年度的预算的详细报告内容，是不是容许我请我们的会计长洪处长来向各位委员做说明，敬请各位委员会支持与指教，谢谢。好，我们请会计处洪处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谨先就本部主管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台湾电信协会、台湾网络资讯中心、中华顾问工程师、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及台湾敦睦联谊会103年度决算书提出报告。第一，台湾邮政协会，该协会主要是创办或投资与邮政有关之事业，并协助发展邮政业务及推动邮政相关公益事项，主要收入为租金及利息收入，支出为办理邮政活动及税捐支出等。103年度决算总收入1亿5000余万元，总支出1亿1000余万元，税前剩余3000余万元，较预算数减少1000余万元，主要系实际租金价格较预估为低。资产14亿余万元，负债1000余万元，净值13亿余万元，固定资产投资200余万元，转投资无。第二，台湾电信协会，该协会主要系创办或投资电信相关事业，协助发展电信业务，推动电信或社会相关公益事项事务及协助或支援政府办理各项事务，主要收入为租金及利息收入，支出为税捐支出及电信活动支出。103年度决算总收入4亿8000余万元，总支出9000余万元，税前剩余3亿8000余万元，较预算数增加3亿8000余万元，主要系出售土地利益，资产11亿，负债400多万元，净值11亿，固定资产投资及转投资皆无。第三，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该中心主要系提供注册资讯目录与资料库等服务，并争取国际网络资源及国际合作之机会，以协调资讯服务之整合及交换，主要收入为网域名称管理费收入，
支出为网域名称及 IP 位置管理业务之支出，103年度决算总收入1亿5000余万元，总支出1亿余万元，税前剩余5000余万元，较预算数增加4000余万元，主要是域名管理费收入增加，资产6亿7000余万元，负债1亿8000余万元，净值4亿8000余万元，固定资产投资300余万元，转投资无。第四，工程顾问工程师，中华顾问工程师，该工程师已发挥我国专门人才之技术知识，促进交通建设，改进工程技术，提升科技发展及协助国内外之经济发展为目的，主要收入为投资收益、租金收入，支出为研究发展费用及管理费用。103年度决算总收入2亿8000余万元，总支出1亿8000余万元，税前剩余1亿余万元，较预算数增加1亿余万元，主要系投资收益增加，资产47亿，负债6亿，净值41亿，固定资产投资400余万元，转投资计划无。第五，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系协助国际航空事业发展、人才培育训练、提升飞安等活动之推展，主要收入为投资收益及模拟机租金，支出为模拟机维护管理及协助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相关活动之推展支出。103年度决算总收入1亿余万元，总支出4亿1000余万元，其中认列投资华航损失2亿6000余万元，税前短处3亿1000余万元，资产184亿，负债45亿，净值139亿，固定资产投资及转投资无。第六，台湾东部联谊会，该会主要系办理发展国际观光事业，培育国际观光人才，促进中外社会之东部联谊，主要收入为餐饮收入、客房收入及会费收入，支出为餐饮、客房等各项支出。103年度决算总收入15亿2000余万元，总支出15亿7000余万元，税前短处4000余万元，其中台北圆山大饭店盈余6893万2000元，台北圆山联谊会亏损560万6000元，高雄圆山大饭店亏损1亿0820万9000元，资产38亿，负债14亿，净值23亿，固定资产投资2亿9000余万元，转投资计划无。接下来要报告的是六个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书。第一，邮政协会105年度预算编列，总收入1亿2000余万元，总支出1亿2000余万元，税后剩余70万4000元，资产14亿，负债1700余万元，净值13亿8000余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编列1515万元，转投资计划无。二，台湾电信协会105年度预算编列，总收入1亿1000余万元，总支出1亿1000余万元，税后剩余103万3000元，资产11亿8000余万元，负债300余万元，净值11亿7000余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无，转投资计划编列1亿元，预计购置中华电信公司股票。三，网络资讯中心105年度预算总收入1亿2000余万元，总支出1亿1000余万元，税后剩余1000余万元，资产6亿，负债1亿，净值5亿，固定资产投资编列2亿5020万元，其中2亿4400万元系办理购置办公房舍，转投资计划无。第四，中华顾问工程师105年度预算编列，总收入2亿余万元，总支出2亿，税后剩余140万元，资产47亿，负债6亿，净值41亿，固定资产投资编列430万元，转投资计划无。第五，航发会105年度预算总收入19亿，其中财务收入12亿，
系台湾高铁公司特别股股息补偿金，总支出1亿10万元，税后剩余17亿余万元，资产221亿，负债14亿，净值207亿，固定资产投资及转投资计划皆无。第六，敦睦联谊会105年度预算总收入18亿9千余万元，总支出18亿1千余万元，税后剩余7961万元，其中台北圆山大饭店盈余1亿7千余万元，台北圆山联谊会盈余382万9千元，高雄圆山大饭店亏损9698万8千元，资产37亿，负债12亿，净值24亿，固定资产投资计编列3000余万元，转投资计划无。最后，以上六个财团法人在业务方面均能发挥功能，包括协助邮政、电信发展，提升国内工程技术，协助国内航空业发展及推展国民外交上均有成效。未来本部将持续依据相关法令办理监督管理事宜，敬请委员会予支持与指教，谢谢。好，我们请那个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的那个于副主委报告。主席、各委员，本人今天很荣幸代表通传会应邀列席贵委员会，报告本会主管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103年度决算结果及105年度预算编列情形。本会对于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之监督管理，均依据民法、该财团法人捐助章程以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审查通讯传播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等相关法令规定办理。以下报告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103年度决算结果。一、收入总额决算数2亿9588万7千元，较预计数2亿9315万7千元增加273万元，约0.93%。主要系利息收入、外币汇兑盈利及没入采购案押标金等业务外收入增加所致。二、支出总额决算数2亿4685万9千元，较预算数2亿9129万9千元减少4444万元，约15.26%。主要系承揽政府及民间委托研究案及委托管理维运案之支出，考量部分委托案属年度合约性质，执行期间以既有人员加班方式因应，达到原额控管，结尊固定人事费用。因为优先配合委办专案执行，内部能量预存费用有延后支用情形。三、本期余处以上收支相抵后，决算数剩余4902万8千元，较预算数1858万8千元增加4717万元。二、105年度业务计划重点：一、检测业验证业务，继续提供资通讯产品检测验证服务。因应无线通信技术发展及电信业者 LTE 网络建制，扩充 LTE 检测能量，满足国内业者需求，开拓安规 NEIEC60950、NEIEC60065 等检测业务，提供资通讯产品及影音类产品完整检测验证服务。在配合本会技术监理政策方面，将进行新兴技术规范研究，依据技术演进趋势，支援本会订定修正各项技术规范草案。二、资通安全业务，继续提供共同准则标准 Common Criteria 与资通安全技术规范之检测评估及顾问咨询服务，协助国内厂商导入符合产品开发流程之国际标准，进而取得国内外认证。三、资通讯相关业务及其他，继续执行电信业者委托之号码可惜集中式资料库管理维运服务，并深化宽频上网速率平量技术能量，协助电信业者提升服务品质，确保消费者权益。三、105年度预算编列情形：一、收入总额预算数三亿
3,779,000元，较2014年度预算数增加8,203,000元，主要系资通讯相关产品之检测验证服务及提供电信业者相关技术服务的收入。二、支出总额预算数3,340,083,000元，较2014年度预算数增加7,998,000元，主要系执行检测验证服务及受委托业务所需之人事费、业务费等支出。三、本期余处以上收支相抵后，预算数剩余3,656,000元，较2014年度预算数增加205,000元。四、结语：电信技术中心自创设以来，积极加强资通讯技术相关能量，协助本会研拟监理政策及监理技术规范，国内资通讯设备产品检测验证及推动国内电信号码可信服务、网络服务品质提升等，均能积极发挥其功能，并呈现具体成效。以上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2013年度决算及2015年度预算案，敬请各位委员会予支持与指教，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那询答之前，我们先告以下事项：一、询答时间，本会委员10+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6+2分钟；二、暂定10:30休息10分钟；三、委员发言登记于10:30截止；第四、各个委员如果有提案的话，请在10:30之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第五、中午原则上不休息，请工作人员准备便当。我们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的杨委员立法发言。主席、部长、各位大家好，麻烦主席先请一下我们 NCC 的那个余副主委。好，余副主委。余副主委，我只简短这个关心一下哈。那个今天早上啊，这个报纸都在登啊，东森电视是卖给这个董事长叫孝文阁的，是来自中国大陆，大家在疑虑是不是有中资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你是怎么看的？目前这个东森要这个寻找的买主，这个申请案并没有送进本会，本会当接到这个申请案的时候，一定会依据相关法令去严格审查。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说已经这个有在讨论也见报了，所以一定要审慎，要注意一下，是的，不要引起这个国人的疑虑，是好不好？是，好，请回去。谢谢。来，我们请陈部长。长，委员早。这个院里面呢是希望能够刺激景气呢，所以有这个补助这个旅游跟那个游览区的。我想这个直接就是交通部所管的部分。那用意是好的啦，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嘛，天气很适合旅游，那也适合呢带动一些经济的活络。可是这个政策啊跟过去一样，每一次都突然间丢出来，也没有做好完整的这个配套措施，也没跟民众说清楚讲明白。那你们这个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状况？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当然在处理的过程里头确实比较短，时间比较短，这我承认确实。那在你叫那些幕僚的人给首长要执行政策的时候，不要想到就去做，你想想看，这个牵涉到多少人，想关心，大家都想要去争取的。对，不过这个部分呢，是不能再一错再错，每一次政策都是这样仓促成型，造成很大的民怨了。事先其实也有做处理了，这次民间会比较有抱怨的，大概就是在网络的这一部分哦。那网络的这一部分，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要求他们，那么要一定要做压力测试。那当时原来网络的流量大概20-30万，那我要求要做压力测试，他们也做到了110万，但是没想到超出了预期，达到140万。这个根本不会没想到，对，这么好的机会大家都蛮会抢啊。是，所以后来当天，那么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处理情况。那到了当天
下午左右大概就整个回流稳定下来了。那第二天我也持续在关注这个情况，那我也请科技，我们科技中心的主任加派人手进驻到观光局里头去。那现在一切都已经稳定下来了。本来是好意，也是对大家等于是说也一些鼓励，业者也能够在这个阶段啊，这个旅游的季节呢，能够带动一些商机。可是这样子的状况呢，真的是引来很大的民怨。我们办公室就接到很多要去上网要去这个争取的人都抱怨连连。那这个部分呢，那一定要跟消费者呢，如果他们没有订到还不知道的，麻烦跟他们我要特别跟解释跟道歉一下。谢谢，我要谢谢委员的指教了，因为大家以为抢到了这个时候的序号啊。那如果没有到旅馆里头登记的话，那其实就等于浪费掉了啦。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就是说有拿到需要的也尽早的去做登录了，那这样才真正可以达到所谓刺激消费的效果。好，那也是一样哈，紧接着我们的农历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呢也快到了，是，所以我也希望部长及早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及早做好各项的规划，是啊，包括这个南来北往的啦，然后这个返乡的啦，旅游景点区啦等等，都要跟地方政府啊及早做好这个疏散疏解的工作。而且明年灯会就在我们桃园啊，是，目前的进度状况怎么样？现在是这样子。那么明年的话，第一个是元旦，第二个是刚刚委员所谈的灯会的事情，那接下来当然是过年农历春节了哈。那这些我们都要按照计划在做处理。那灯会的事情，我们现在一直除了地方政府跟观光局在做处理以外，我们政府市长也准备在召开灯节相关的交通疏导的计划的处理。那最后我也会自己本身来主持两三次会议了。我认为有其必要性，好不好？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经济真的不是很好，但是包括最近的那个花海节，有没有那个新什么新社的那个，我看有这个那个行政院的这个补助啊，我们一大早去那个关西休息站啊，那真的是一两分钟就一部游览车，我们很多退休的这些年长者他们自己也会自己揪团就去看花，我觉得这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旅游带动经济的，尤其是自己国内的国人的旅游，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非常希望部长未来像你刚讲的元旦也好啦，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尽量让交通顺畅，人能到达就能带来商机，让一些各个景点区或者是地方区域性的地方呢，也能够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节庆呢，带动他们的商机啊。谢谢。那尤其我们桃园的这个灯会啊，因为市长新上任，他之前也没有太多行政的经验，那再加上呢，我们选举期间呢，可能他也要着力去辅选他自己的党派，所以呢，恐怕这个进度啦，或未来的规划的完整性，当然最后还是地方政府要承接所有来来去去的民众，但是交通部一定要尽力来协助，好不好？这个我们一定全力来，务必让我们未来这个灯会呢能够办得非常的好。谢谢，谢谢。那另外呢，有关这个我们交通部呢有几个单位呢，他们的起薪非常的低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也特别要求也咨询过啊。那还有包括派遣的这个部分，有些单位真的不适宜做派遣的这样的工作啊，像这种技术类的。那之前咨询的时候我也提过，包括台铁啊，台铁的这些有很多，如果是这个，因为你们有两个制度嘛，一个是资位制，一个是检建委制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那么造成一些新进人员呐、啊，他们因为待遇的不平等，同样都是高普考进来的，可是呢，那一开始的起薪就
差了一截。对，差了一截。对，而且呢，你知会制呢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福利。对，对，所以呢，相差下来呢，相当相当大。譬如说，这个检建委的高考，它是 4.6 万，知会制的高，他们叫高原级的，只有 3.8 万。那补助的话，像这个检建委都有结婚、生育、丧葬、子女，还有教育子女的教育补助，而这个所有的知会制的结婚只有2000块，生育只有1000块。这个、检建委的部分呢、啊，结婚2个月，生育2个月，丧葬是3到5个月的本俸。子女教育补助最高可以高达35,800元，那相对于这些知会制的，那就差很多。对，那尤其是新进，可能要这个面对就是要结婚啦、啊，要成家啦、啊，要养育子女啦、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差距很大，可是一直啊都没有改，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这个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我要特别拜托我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来协助帮忙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主改的问题。那主改这一步如果，组织改造，对，现在呢卡在哪一个单位？现在就是说在党政协商的过程里头，那么整个案子就放在那里了。这个就所以我要特别拜托各位委员协助我们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公路总局在东部啊。招考了23个人，高考的人，那结果考上呢，只有2个去报到。那这两个呢，其中一个是公路总局原来在其他服务的人，所以几乎啊，那么因为交通智慧薪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变成就是说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不是不太愿意，根本就不想去。对，同样这么辛苦考进去的。一进去就矮人一截，而且什么福利都没有。对、啊，要我也不想去啊。对啊，所以还有同仁嘛，结婚的都不敢去报登记，就是为了没有补助费。所以我要特别恳托拜托。我听说有结婚2年了，小孩都已经都已经大了，结果呢还不敢登记结婚，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未来还有这个补助的可能性。啊、这样也太超过了吧？对，这个我也一直在恳托拜托，但是因为党政协商那一边呢、啊，一直没有进展。这个部分呢、啊，我相信呢、啊，我们都注意到这个不公平、不平等的问题。是，因为既然体制上大家都是这样公平竞争进来的，就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性。谢谢委员。那对于已经在任比较久的人，也许没有这个差别，因为他不会再面临这个结婚生育啊、这个部分，但是丧葬还是有啊，丧葬还是有那个子女补助、教育补助，也还有可能也是有受影响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想你还是要想办法说服各党鞭呐、啊，无论如何。我们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组织改造的这个法案呢、啊，能够尽快来通过，好吧？谢谢委员的支持了，我在此也还是再次的恳托所有的委员呢、啊，在座的委员帮我们的忙了。哎、是因为你这种公务机关试设这个安全技术性的，你一定要安定人心。你如果让他们没办法安定，随时都想要离开的话，这个技术的传承就会出状况。这个也是很担心的。那像有一些很多时候在便宜行事的时候，又常常都是委外去做这个，像中华电讯也好，其实做的工作比这个真正这个任职的正式人员呐、啊，还要多，还要辛苦，还要更大的这个危险、这个风险。但是呢，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薪资又低，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会影响到文官体制，应该是要独立的，而且他应该是要受保障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政党的这个轮替而有所改变。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才能够安定。所以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考量。是，哦、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真正爱台湾。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欧珀委员咨询。啊，谢谢主席，邀请陈部长以及路政司林司长。部长早，哎，部长早哈。交通部所属的财团法人哈，今天提出来有6个，
啊，主管的财团法人六个财团法人。那我们其他的补助超过20%以上的还有哪些？我想大概策安中心是40几吧，哈、哦，40几了。那其他的应该还有没有了？应该是策安中心这个部分大概有40几了。啊，其他是捐助的，哈、嗯。对，小于50%。嗯，还有一个观光旅游协会了，然后还有海峡两岸的协会，然后还有中国运动中心。嗯，这个车辆安全审验中心呢、啊，就是车安中心哈、啊。这个我今天刚好要请教部长啊，因为目前我们对大陆制的这个大客车，我们的国家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啊，我整车是不能进口的。对，那底盘就算未附这个引擎也是不能进口，我们只能车的零件或者是说车身，而且这个还经过我们车安中心的这个申请合格证以后呢，才能进来哈、哦。这个目的是在保护我们本土的产业啊、哦，那也避免我们哈、哦、这个浪费我们人民纳税钱呢，去变相哈、哦、来扶持大陆的产业啊、哦。那这个部长，这个中心你去过没有啊？这个中心其实我曾经当过董事长，所以我也去过。那现在在彰化的彰滨工业区里头，哎。现在哈、哦，这个大陆客车，大客车了，是啊、哦，这个大举入侵了，啊、哦，这个从大陆拆除之后呢，然后到台湾重新组装，然后呢，变相的啊、等于是变相整车进口了，啊、哦，所以我们这个车安这个审验中心呢，这个责任到底也没有好好去落实哈、哦，去做一个这把关的一个部分呢、哦，还是我们这个交通部是不是对于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录制品呢特别的宽松啊、哦？这个部长知道这个事情吗？对，我想到底允许不允许输入台湾啊，那这一部分大概是经济部的权责，那我们会按照经济部的权责来处理。那当然如果是进来以后确实是允许进来的，那组装我们的打造厂它当然就可以做处理了。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第一个还是安全上的问题了，因为组装的安全不见得就是确实就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安全。那这一部分的话，有一些细节性的部分，是不是我请我们司长这边那个部长是除了安全之外哈、哦，最主要是我们符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政策，符不符合我们的规定呢、啊？有没有依法来办理啊？我这里跟你说明一下哈，这个是经济部国贸局哈，这个对针对大陆物品不准许输入的项目的总汇表，其中有一项哈，大客车底盘未装引擎则，如果不准的话，我们就不准。哦、啊，这个是不能进口的哦。对。那刚刚跟你提过，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本土的产业，避免用人民的纳税钱呢，去变相扶持大陆产业。而侵蚀到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的命脉。是那个部长，这个新闻在今年的10月，在10月27号，上个月，这个新闻那么大，是《工商时报》的一个新闻。比亚迪电车虽然改名叫凯胜利能，但是依然是大陆车。我们交通部有做严格的把关吗？这个市长，你来说明一下好了。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想目前这一个从大陆进口，那当然它进口这些零组件哈、然后这个部分是要按照经济部它是不是可以允许？那只要是合法允许进口的这些零组件进来到国内，那么来做进行这个组装，那这些组装厂它基本上都要经过我们安审中心认证合格，它具有这个所谓的品质一致性的要求。你现在跟我说明的是我们的规定，我了解了啊、哦。我要提醒你就是说哈、哦，比亚迪这个公司呢，我们现在国家政策10年呢，大概要进口这个500-600亿的一个这么大品的一个大客车的采购，那我们呢，这个要这样子做到让大陆来侵蚀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个我们的本土产业吗？啊、
那我们之前的柴油车，这进来的总共多少辆？有没有合格骑的合格证明？我要了解是，我要了解是这个部分啊。这样子了，跟委员报告哈，有关于今天委员的咨询的事项，我们会跟经济部这边来建议，就是说，从如果撇除国内的工业的立场上来看，那他们的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理？当然，从车安的立场来看的话，是前端是在经济部嘛，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跟经济部做一个建议，把我今天委员所提出来的意见，让经济部可以完全了解。部长，是，我是要提醒你，大陆大客车变相哦，这个进口的情形非常严重。这个我们车安中心呢，要负起这个责任，是不是能够依据这个第24条哈、哦？第24条的规定哈、哦，这个我们车辆刑事安全审验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我们可以对定期不定期实施这个监督的稽查，然后呢，我们审验机构就是我们这个车安中心，车辆安全审验中心依交通部的这个通知来限期改正。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已经进口变装的这些大客车，我们是不是能够召回来做一个了解全面性的这个安全也好，或者是规定也好，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了解？好，这个我们同意委员的看法了。原来本来就有按照法令的规定在做处理了，那我会近期呢请车安中心加强来处理这一块。好，因为这个媒体已经有大举的报道了哈，那我们车安中心呢应该严格来贯彻这个执行的工作，因为刚刚陈女士所讲的，我们交通部每年补助的占40%几的40%，我们是个这个公股的官司了哈，那这个不要让本土的产业者哦，他们认为说你现在扶持我们大陆的产业来打击我们本土的产业。这个部分要查清楚啊。那另外，我想请那个NCC 来一下哈。部长，请来。好，谢谢。委员好，这个副主委哈、哦，是近20年来哈、哦，台湾这个诈骗案大概超过50万件哦，而且手法越来越翻新。那现在很多是透过电信或网络呢，来做这个这样的诈骗的一个行为哈、哦，我们民众损失已经超过1兆元以上啊、哦。最近本席也发现到说有民众跟我陈情哦，就说中华电信呢现在在做网络地址的电话的定位，中华电信哈、哦、网络地址的电话的定位呢，然后呢他会念你的地址给你听，你是的话就按1，不是的话就按2，结果呢这个就是诈骗电话啊。这个是我的朋友传给我，希望我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执行能够跟你说明。像这样的电信的诈骗，我们警政署的这个侦防效果不彰哈、法务部检查体系跟侦查都未尽全力，所以呢诈骗层出不穷，诈骗的手段呢越来越高端哈、所以这个最主要还有因为这个抓到的少。没有被抓到多而且一个集团通常抓到几个人顶罪而已，所以野火烧不尽了、春风吹又生就造成这个犯罪获利太大而且风险小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案例。当然这是整体结构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跟我们副主委讲这个NCC 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召集相关的电信业者呢，严厉相关的反制的机制，因为一般民众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不会意识到说他这个是不是诈骗的一个电话或诈骗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行为所以在用户的实质上审查上，我们能够多用一点心力彻底来瓦解我们诈骗集团的声色，甚至跨部会呢跟检警严厉联合查的一个机制。副主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我们应该去加强研究如何去改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诈骗的行为层出不穷这个网络上购物的诈骗的行为也是很多所以这个经常这个因为觉得说网络上来这个选购物品比较多品项比较多，而且比较便宜，而且比较速度比较快，可是收到的时候呢那个品质呢是非常差的啦甚至有时候呢是
是这个不是啊，他广告的部分呢啊，这个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质量，或者是那种价值，或者是那种实用性的功能都没有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呢应该怎么样规范这个网络商家呢？这个一个机制要建立起来。我想这个恐怕跟那个消费者保护的这个机构有关。他只是透过网络去进行这个采购的商品，结果那个商品不符合他的期望，应该是这个消费者保护机关。本会跟那个内政部警政署有建立这个联防机制，定期开会去这个加强去这个检查，要是遏制这种网络上犯罪。针对网络商家这种挂羊头卖狗肉这种商业行为，我们 NCC 不是主管机关，也应该有一个机制来审核，或者是来管理吗？网络商家，我讲的是网络商家。网络上就是在网际网络上的这个行为，要跟那个实体的世界的这个法律来规范。所以说，他如果说在网络上这个开店是这个不实的话，应该有实体的法律来处罚。这个我觉得，就政府部门应该有个针对这种20年哦，超过50万件。哦，那一年等于，多少？一年的话2万多件，25000件，民众损失这么大哦，这个应该政府应该有积极的作为，看到内政部做主导，或者是经济部做主导，或者是我们 NCC 做主导，哦，因为这个太容易受骗了，哦，受骗的这个对象太多了，甚至连教授都会被受骗，连立法委员都有，哦，所以这个行为哦，我觉得这个虽然小百姓哦，这个受骗哦，这个是大家所痛恶的啊，但是政府是不是应该积极的作为啊？我觉得这个在至少在相关的一个反制的机制应该好好的建立，来思考一下。是啊，我想说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能够在实质审查上呢？未来的哈，是在这个做一个做深入的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做机制哈，能够让这种网络或者是电信哈这方面的诈骗的行为能够减少。是，我们会配合内政部跟经济部，谢谢委员指教。好，我们请李坤哲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 NCC 的副主委余孝成，还有部长也请麻烦。那个部长跟那个余副主委。好，我先请余副主委。委员好。好，副主委你好。那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个美国洛杉矶的 DNG 的这样的一个传媒集团的执行长敏次啊，已经跟台湾的东森公司签约，将以6亿美金啊来收购这样的一个东森电视。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啊，对于我们国内的影视的市场以及言论自由，甚至是国家安全啊，都造成很大的冲击。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根据啊。你所了解 DNG 这样一个公司，它的背景跟它的这个执行长的背景是如何？你有清楚吗？虽然这个案子还没有正式送到这个本会来，但是本会同仁已经尽量的去研析。那么未来不知道这个 DNG 公司会以什么样的主体来提出申请，那现在还不知道。那么我们确实有在网络上看到。DMG 有投资一家在深圳上市的公司，叫做印记传媒这家公司。那这印记传媒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这个萧文革先生，占 65.17%。那这是这个印记公司里确实有 DMG 的投资。好，我在这边要提醒副主委，这个依照台湾地区及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第73条的规定呢，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他机构或其他第三地区投资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从事投资行为。另外依照经济部投审会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第8条规定，投资人投资项目若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敏感性质，主管机关得设置限制投资。那在这边啊，这个集团的创办人敏次啊，他对媒体说，他
已经和台湾的主管机关进行初步的会面，他不担心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会构成交易的障碍。那我要请教一下，他们有跟 NCC 见面吗？什么时候见面？谈什么？简单说明一下。他有来这个拜会本会的主秘，啊，有拜会主秘，什么时候谈什么？报文，他大概主要是要了解，因为那个时间点大概应该有大概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左右。那刚才副主委还说，他也是从媒体看到，所以啊，请我们相关的部署啊，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你们一个月前就知道了，他来拜会过你们了。不，报委员，那个时候他因为媒体在传说买家很多组嘛，那他来跟本会了解说，如果他要买，吸收哪些法律规范的？那奇怪了，这个创办人来跟你们会面之后，他就很有信心的说，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会构成这样一个投资的障碍。你们到底跟人家谈什么啊？没有，他就是跟文报，就是只了解国内对于这个外资如果来入股我们的频道事业的时候，应该遵守哪些规定而已。嗯，那他已经表示了嘛，他也对媒体表示了嘛，那他跟主管机关会面了嘛？他的说法我们那他也表达，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会影响他的投资，不会形成障碍。我们不管他怎么说，这个集团的创办人都已经这样讲了，是报委就不管他怎么说。然后刚才副主委还不了解状况，今天主委恰巧也没来，副主委说他也不知道，是看媒体，然后请 NCC 的同仁去收集相关的资料。那你们现在又说一个月前人家就来跟你们谈过了，谈什么嘛？不是那个时候跟你们报，那个时候他根本不是现在报纸讲说他们已经签约，那个时候他只是多组在跟他们谈交易的一个对象之一。那他来跟我们了解说，如果他想成为买家，他要遵守哪些规定？好，就仅此而已。该集团的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他跟中国大陆关系不会影响他在这边的一个投资。那请你们表达你们基本的立场。那是他的说法。那你们基本立场 ，NCC 的立场是什么？就是按照法令规定来审查。啊，法令规定就是不可以啊。那个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要看他实际的投资价格、投资者是谁，我们才能够做完整的判断。所以必须要有申请案，要对社会大众开诚布公啊。没问题，没问题。这关系到言论自由的多元，关系到我们国内影视市场是否能够健全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一个月前人家就来跟你们谈过了，人家还跟媒体说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是他说了，我们并没有这样说。那请你们表达你们严正的立场啊。我们就是啊，这个案件如果进来以后，按照程序他会先跟投审会递案，那投审会会因为我们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来问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按照投那个外国人投资条必须要许可或同意，所以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职掌去审查，不会有问题。NCC 要做好把关的工作。是是。然后我请教一下部长。委员好。部长，我们观光局真的也是处理的非常不好，有关于啊国内要振兴消费，要提振这样的一个刺激啊旅游的这个消费的市场，这种小确幸啊变成大灾难。我不晓得你们是在处理什么。我们看到观光局这三个方面啊准备不足。第一个，错估网站的流量，你们观光局也有做所谓的压力测试，它是以十万人瞬间涌入来做一个测试的基点，但瞬间涌入一下子就冲到二十万了。台铁局过去有很多次惨痛的经验，对，我们国内台铁局抢票最高的记录啊，是瞬间达到33万人次，所以台铁局现在已经都提高到。60万人次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测试，那你们错估流量啊？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他在谈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千叮万嘱要他们一定要。你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嘛？他们是跟我讲，是说他们已经都有请外头的这一些技术的这个资讯的专家、技术专家来帮他们的忙，所以他们那么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有问题。压力测试大宕机，是，而且十万人抢得序号之后。只有86个人完成登记，你这不是在吃社会大众的豆腐吗？是
后续当然那一天确实是出了问题了，这个我代表国防局来向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来致歉了。不过你们这不应该发生，错估流量。第二个，你们也错估名额，你们造成这种民众因为名额不足啊，所以造成民众这种抢票的心理。然后你们现在才从啊115000增加到230000的名额，主题乐园由40000增加到80000。你们也错估名额啊！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没办法来满足所有人要去玩的人。我们是期待用刺激消费的立场。那么，那你刺激消费，你本来名额是这样，然后看到社会反应名额不足之后，立刻又加一倍。跟委员报告，这不是特别预算了，我们要从国安局现有的资源里头有多少的资源能够拿得出来，才能够来考量应该要加多少钱呢、啊？因为毕竟预算，那么所有的预算到底有多少，到年底有多少钱，这个总数这样的预算就是啊，你们为了刺激选举而不是刺激消费。我想这跟选举完全无关了、啊，这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景气另外不好。部长是你们不但啊错估流量，错估名额，你们还错误的沟通。上次在交通委员会，我还问你们跟这些相关的饭店业者有没有好好的对话跟沟通。你们说有，然后你们这个方案实施之后，现在已经有20家以上的饭店，知名饭店退出这样相关的一个活动了。加进去的，那你们的沟通的对话是在哪边？加进去的比退出的多了，真的100多家加进来了，有100家。当然，这我们都尊重他们的意愿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比较不熟悉，所以觉得麻烦。那后面。那像礼拜六礼拜天退出的都是知名的饭店。礼拜六礼拜天我有特别跟观光局这的局长副局长他们讲，就是说像这一些啊一定要让业者知道。部长，你们准备的也都不足了，你看你们在操作上都有困难。民众要取得序号入住的时候，再由业者去输入这样的一个序号，民众才能得到1000元的补助，这也增加订房时候的一个负担啊。另外你们买礼券消费者或是团客的消费者啊，饭店业者一般都是已经收费，而且是提供优惠的。那你们这一次是啊，加入观光局的方案之后啊，还要去计算折扣金额啊来做退费，等于增加、啊、业者的负担，是帮观光局先垫的。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也怕就是业者先垫，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我特别交代局长啊，只要。业者进驻，他们当天申请，那么就设法透过工会当天来支付了，所以尽早的来做足够的这种处理了。这个不要让小确幸变成大灾了。我知道，谢谢委员的指教。赶快去做督促。另外，含花费啊，有7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年平均啊，他们的薪水福利啊，高达150万元，是高居啊交通部主管财团法人机构的第一名。另外，你们的年度预算。大概啊，含花费大概2900万，但主要、啊、都不是执行业务，85%以上都是赞助业务、赞助款项，并不是这个含花费去执行相关的业务。而且啊，根据决算，每年有150万至200万元的公共关系费的支出，这是在做什么？人民的钱是这样花的吗？ 我想这样子了，这个含花费的这个部分，它是在扶持国内的所谓航安呐、啊，所以有很多补助款其实都是补助在作为所谓的非安航安的这一些研究计划，然后来归给那么相关的业者来做参考了。你们这些航安的计划，你们只不过是用国家的钱去赞助补助另外一个基金会，你们的业务会里面75%人才培训计划。每年大概2200万至2300万，是以赞助的方式给台湾飞行安全基金会来办理。然后航空专业管理训练是轮流赞助中华航空跟长荣航空来办理。那说好听是办理飞安人员的训练，讲难听是又拿钱去养另外一个基金会而已啊。这个基金会啊。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他要跟国际接触啊，那么有很多国际上的这个基金会还是国内航空公司跟地勤公司捐助下成立的财团法人呢，共同成立。然后你们飞安训练是由航空公司跟地勤公司成立的基金会去进行训练，这不是恰贵铁有多吗？不会了，这个部分的话不会。那这几年来的飞安事故是怎么来？这
其实国内是确实了，是复兴，去年确实是比较表现的比较不好，其他的这个非安呢、啊，在国际上的评比上其实都在前面了。而且航花会的人事费这么高，年平均的薪资啊是150万，中华顾问工程师是大概130万，网络资讯中心是119万，都是属于比较贵族的单位。像敦睦联谊会是大概只有83万，邮政协会大概78万，电信协会最穷是42万，为什么薪资差这么多？他这个是长期以来是比较华航的方式去做。你们主要业务都是赞助，然后才7个人，然后这个公关会是高达200万元。公关会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所谓的婚庆喜宴的这一些利益、啊。你们是办婚庆喜宴的，而且是。你们又不是陶机公司，又不是港务公司，做一关相关业务加入的费用，是华航的员工的这些婚庆喜宴，有时候他们难免会送帖子过来，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也对于华航的员工的一种所谓的这个部长给予。我提醒你，我最后30秒，交通部单位预算编列首长特别会，含部长及3位次长，不过才117万呢。因为这个航花会7个人主要业务都是在捐助而不是执行业务，然后你们编了200万说婚丧喜庆，这些都是给华航的员工了，华航的员工了，这样非常离谱，这个钱要删掉。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根德委员咨询。主席部长各单位首长各委员请陈部长哈。部长好哈。部长那个针对哈桃园机场哈，现在只剩下蓝跑道哈。是。在北跑道。在起降。哦对，蓝跑道起降了，北跑道只有剩下蓝跑道，蓝跑道在起降了哈。对。那北跑道什么时候要完成？现在进度是超前的，原来一定是明年1月8号嘛。那我是期待可以提前的。提前？对，我期待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有没有针对这一个进度的？其实有研究过了，有研究过了。哎，这个北跑道的这个启用哈，是希望啊，部长要充分的能够掌控啊。我知道。因为这个扯到哈，这个扯到延历16号，包括春节，接下来春节的整个航空高峰期的一个阶段呐、啊，是。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啊，能不能在12月底之前来完成？我想委员既然这样说，我们会尽力来达成。因为这个案子，我一直都做专案的掌控，我自己什么时候做专案掌控。部长，专案掌控，你现在还没有掌控啊？有啦有啦，其实我是现在没有对外宣布而已啦。原先的工期到哪里？原先是到年底完成，然后加上所谓的测试啊，飞航的测试啊，是排在1月8号。对啊，原先你是在你之前在委员会就讲过说，这个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就要完工啊。所以现在所以不会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我可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委员要求的时间，我绝对可以达成。好，正式启用哦。对，年底前正式启用哦。对，没有错，没有错。好，那这个问题哈，我就问到这里哈。既然能够正式启用啊，还有就是启用之后的整个航班的调度啊，没有错。因为这个还要适应一段时间呢，所以航管呢还要适应一段时间呢。所以我有找民航局，有找这个中华桃机啊，大家都有坐下来谈过了，嘿。谈过，对，都有做，谈过航管到底是怎么去做搭配，怎么做处理，都有谈过。嘿，好，那另外哈，这个今年年初啊，在去年春节的时候，有发现了一个问题，就计程车叫不到的问题。是，啊，桃园机场没有计程车，计程车要等哈一个半钟头以上。那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现在已经要加嘛，加100辆，现阶段先加100辆，嘿。部长是，你莫好一卡手给你青菜骗骗，我跟你讲哦，哎，到10月底哈，到10月底总共才489辆，还有这个部分呢、啊，
这个部分是一个很畸形的问题。你看看啊，松山机场计程车登记哈，可以在松山机场跑的是1700多辆，为什么桃园机场公司到十月底才480辆？为什么要图利这些特定的目前的计程车？这个问题，部长，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哦。我了解。我今年年初就针对去年春节的问题提出来，要交通部来协调来解决。结果哈，部长，我们在这里讲，在那边跑的计程车要来找我，要找我谈什么？这是你行政部门应该要去解决的问题呢。我下回去马上找陶机会来谈。到现在为止480几辆，是开什么玩笑？我回去了解，马上处理。还有，对，民航局，我个人追查的结果，民航局是不管，打算就不去再管这个机场公司的这个桃园机场的这个计程车的问题，希望授权给桃园机场公司。那我试问一下，这个部长，你要了解这一些问题啊。现在啊，到十月底只有489辆，然后是属于在台北市的占35%，新北市的占40%，桃园的占22%。然后基隆和新竹县市的占3%，这个部分我知道，部长需要把桃园的这个比例把它拉高了。这个我来了解。自由市场，你本来就是要让它，怎么可以变成旅客下飞机要搭计程车，没有计程车可以搭？是了解。然后图利特定的这一些极少数的这个业者。部长是合理啊！我现在啊要选举，是不应该去吐这个事情，你听吗？我了解。但是这个关系到整个国家门面，整个下飞机入境叫不到计程车，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对了，这个我们之前哈、部长是之前你还没接部长，年初的时候。民航局答应我说要增加到1200辆。我的印象里头好像听说到要1000辆，没有错了。结果讲一个数字，在黑板上画一个数字，1200辆在哪里？到现在为止还是489辆，为什么会这样子？部长，你不认为这个是有问题吗？是，我回去检讨以后，把他们要增加的计划案拿出来，然后跟委员做报告。部长，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占了75%的比例，他跑到晚上10点钟、9点钟，载着客人回到台北，他不跑了。他回来休息了，但是10点钟、11点、12点，现在到深夜1、2点都还有客机在起降，那1、2点叫不到车怎么办？是，部长，我了解，我讲这个问题啊，谢谢委员的提醒。你要嘛就是哈，你合理，你新北市跟台北市，你占60%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新北市和台北市占了75%，这从比例上啊，因为你就近，你如果是住在桃园，我就近我可以马上机场那边call了那个无线电call车，可以马上来，没有计程车，他可以从桃园马上再去，是没有错，花车到那边不用10分钟就到了，结果回到台北他不去了，晚上叫不到车。变成这个在图利特定的这个业者，所以说部长这个部分啊，
对，这可以精算的。是委员的这个讲法合理了，委员这个讲法合理，我们回去检讨了，检讨出来，我们尽快请他们尽快来做检讨，完出来又。而且这个马上又面临哈是春节的高峰期。了解了解，我去年我要送朋友，我说我送我的车送你哈，我车送你到台北，他说不用，我来搭计程车，结果在那边等了，我看了等了超过排队超过150公尺以上，要等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所以说我发现这个问题才来反映啊，但是一年已经快一年了没有解决，本来在上年初上个会期的时候跟我讲说要增加到1200辆，结果也没有。好，部长，这个哈，是不是迅速在一个月之内，好完成这个规划，好不好？好，没问题。你民航局不去管这个事情，你就很明确的，民航局报给部长来核，就赶快交给陶机公司去解决。然后陶机公司要解决这个问题，又主管单位又是民航局，所以说变成。绩效不彰啊！是我会按照委员的这个指教了，一个月内我们尽快把它处理出来了。好，还有哈，那个桃园机场针对这个年底哈，年底还有春节的疏运啊，现在有一个问题了。我早上啊，今天早上啊，6点多有一个朋友把现场哈，这个在那边。等着入关的，他说都要等一个多钟头啊。6点多7点的时候，这个我这里都有相片了。他上面还跟我讲说啊，这个 CIQS 的人力不足，排队的啊，对啊，这个部长你知道这个问题？对 CIQS 的人力的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跟内政部在谈。啊，这个要解决啊，对，不能不解决啊。对，那问题你现在问题，你移民署也好，航警也好，关那个台北关税局也好，变成人力不足，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也不能说你现在内政部好，内政部还有移民署，还有这个航警，还有这个台北关税局，然后这个问题，然后搞得机场。这个出境大厅一团乱，品质受到影响，所以说部长这个问题是不是跨部会行政院哈，应该要出面出来协调来解决。还有哈，部长是还有哈，那个邮政协会啊，还有那个电信协会啊，基本上这个都是属于公有财产的国家财产。那104年的这个预算决议的时候。就有决议哦，要缴回，啊，就是缴回这个资产，104年底前要缴回资产，然后解散电信协会跟邮政协会，这个是预算审查，立法院预算审查有做的决议哦。部长有计划，现在剩下2个月，跟委员报告，这个在后来法律上有大家有一起研究过了哈。有40面的难度跟法律面的难度了。那像电信协会，他现在有转头是一个叫做国际电信公司。部长最起码了哈，是最起码。好，没有关系，你现在不执行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不可以有处分资产的权利。对，这个我们都不理头。现在但是协会现在有啊，现在他有处分资产的权利啊。他现在所有的资产处理，因为交通部有一个说不动产的这个所谓的资产管理的这个要点，一定要提到董事会。那部里头有董事，有你董事是你派去的嘛？对。但是问题，你毕竟交通部你派去的董事，如果少数或是说这个利益的结合，不会了，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人是占多数，是不是？那这样子嘛，你这两个协会以后如果是要处分财产。必须哈，到委员会来报告，因为他现在都是一些西林地的处理之类的才会做这样的处理，大型的资产他们不敢做处理了，一定都要到部里头同意了。这个不管谁执政啊，
这个欺凌地的问题啊，什么叫欺凌地？对了，这就是一些小小这个认定就是会有问题啦。所以说，部长，我认为说这个处分资产哈，你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解散处分资产哦，我们委员会应该要求啊，委员会应该要求部长，就是要处分这个资产，必须哈，这个向交通委员会来做说明。因为他的资产非常非常多，有大大小小，啊对啊，你看看，大大小小，所以说资产都是问题啊。目前都有内测管理，而且逐笔内测管理。但是他有处分权啊。没有处分权，一定要经过董事会。问题是他董监事有处分权啊。不会了，这个都要报到部里头来，部里头要同意。我知道报到部啊，董监事都是你们派的啊。不会，我不会骂人。部长，这个要哈。我是认为，我建议是要按照立法院的决议来执行啊。好，谢谢，谢谢委员啊，谢谢委员。好，接着请罗淑蕾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那个主席，我们就请那个部长跟那个我们 NCC 的那个渔护主委，请部长跟渔护主委。委员好，那个渔护主委哦，请教一下哦，刚刚提到说那个东森呐、啊、要卖给那个美国的公司啊，哈，那个美国的 DNG 公司啊，哈，那你一开始你说你不知道，可后来又讲说那个他们有来拜访你们，那当时是谁来拜访你们？是谁带来拜访你们？那个是就是刚刚提到那个 DNG 他委托台湾的律师事务所来了解说要做这样的投资案，他要需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规定。那个他派那个他跟台湾的律师是哪家律师事务所？因为当时不是我接见，不过我这个会后是不是可以，如果委员需要我们再，我想你把这整个的那个过程啊，就说他怎么来，是谁带他来的，那怎么谈，那因为现在你们说你们不知道，像报纸登那么大了，讲得那么清楚了，那他到底他背后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真的是不容许说我们的媒体有中资在操控，这是违法的。我希望你们能够详加的审查，那你把他们整个他们购买到目前你们所知道的这些那个情形，包括是谁带他来的，谁委托，那将来资金的查核怎么查，那这个那个罪分报告给我们那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可以吗？可以，好，可以。那个部长，好，那你们请回。部长是委员好。刚刚哦，那个很多人都在质疑你们这一些的那个所谓的财团法人啊，那你放纵他们真的是那个一团乱。你包括中华那个就电信协会或是邮政协会。或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盐山饭店啊，或是行花会啊，中华顾问公司的这一些，你看看那个电信协会或邮政协会，它主要是怎样？就当时接收了很多的那个财产进来，什么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啦、啊、什么？你看它的收入只有两项，一个是利息收入，一个是什么租金收入？那你拿了就是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它简直就是什么？就是这一些什么邮那个中华邮政跟电那个中华电信的什么小金库嘛，你就像你讲的，编了那么多的公关会，就在护他们的分山喜庆。那你现在你看看，你像他的员工，好、哦，他的员工，你那个台湾邮政的话，他员工四个人，现在增加两个人，可是他的董监事几个人呢？董监事有二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你们派的。不是中华邮政的成员，就是你交通部的成员，几乎都没有外界任何公正人士。那预算要怎么编怎么花？我请问你，这些董监事多久开一次会？一两个月开一次吧。啊，两个月开一次吗？一两个月开一次会。啊，多久开一次会？我的印象里都是一两个月开一次。好，啊，车马费多少钱？2000到3000吧。啊？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们怎样，因为你们掌控了这么大的资产，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存在意义就是拿这些租金，拿一些利息，全部就是花在
等于是这个是他们的津贴嘛，都他的小金库嘛。我想跟委员报告，对对，像邮政协会啊，有负责两岸之间的这一些小两会的。不算两岸，两岸什么？不，这个不是两，你就像我是觉得说真的，我们整个政府的组织里面，那个基金会很多，子公司也很多，我们一直在关心这个议题，包括我们交通委员会。等于我们也做出决议说希望你们在104年你能够把这两个协会的所有的资产全部归公解散掉，那你说华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嘛？你是不是能够做，我们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来告诉我们这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最主要有很多律师界的朋友也提出了，无论现在是自行律师什么，因为律师的话有这两个协会可以请他们当法律顾问，我们所以他们当然不能解，他们当然不愿意你去解散。部里头应该也有找大家研究。你这样好了，你跟我说为什么他不能解散，法律依据在哪里？好，是不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资料来送给委员，上个委员？什么时候送给我们？我们回去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三天内就可以送了，没问题了。对对，那你台湾电信协会也是一样。你那电信协会，你资产一大堆，钱一大堆，都跑去哪里？就是等于就是投资中华电信而已吧。那你做什么？就拿那些股息，拿那些房租，拿那些利息，那都是在怎么样？中华电信协会还有国际卫星搜救的这个我们的会员、啊。不是、啊，我跟你讲真的啦，你们不要在那边挂羊头卖狗肉了啦。你的目的存在是什么？成立的目的什么？你的利息，照常这个利息租金，跟他的一投出的股息要缴入国库的，不是你们的话放在你们那边假出来开出来引出呢？你这样对吗？对不对？就是他们的小金库嘛。你看看中华顾问那个公司，他成立了4C以后，他5年来全部都是亏损。而且越亏越多，你看看，他越亏越多，数字越亏越多。中华顾问，他最重要的是在扶持国内的所谓的这个人才的培育。你培训了什么啦？我跟动了。报告、啊，我就想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不，大学的有很多的学生啊，他们透过辅导的机制，让他们可以学习一些实务界的经验，这些都有很多数据。那学校有他的课程，嘿，教育部代级不不是领导。我跟你讲，不要再骂。那你看看中华顾问公司，你看看。他这5年来都亏损，可是他的用人的会用，他员工一直在增加，他的用人的会用也是一直在增加。你看看，平均一个人的薪水100多万，137万。跟委员报告，那么中华顾问一直在协助部里头，向他成立轨道中心呐、啊，还有那个桥梁中心呐、啊，还有未来要成立一些。不是、啊、你成立很多中心，成立越多，董事长越多。不是你部里面你自己可以做的东西，你真的我没有了。他是引进专家学者在里头来什么想专家学者？你中华公司的员工，你把它列出来，你把这几个，你把这几家公司的那个员工你列出来，看看到底都是什么人进来的，包括你那个什么台湾都牧联谊会，你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薪水。既然比什么比部委首长还要高，你们现在你们中央部委首长待遇就是9万，可待那个台湾都那什么牧林联谊董事长那是盐商饭店的，他就是管个盐，就是一个盐商饭店。那盐商的那些董事长都是什么？都从哪里来的？他薪水29万，总经理23万，这个、都是比较业界的行情来。什么比较业界？做退休人员去的，比较业界行情。人家业界是请什么样的人？你的董事长、你的总经理是什么样的人？总经理也都是旅行业界、观光旅馆业的专家，请他们来。你现在董事长是谁？你的总经理是谁？蒋先生嘛，那董事长那是李先生啊。不是、啊、你们现在真的你就是一个抽佣嘛，那薪水高到比部会首长还高，那盐商饭店他亏损的，你现在你看看他的预算你也是亏损累累。这几年是因为盐商在这内部在整修啦，所以他的什么整修整修他整修的话，那么整修就提折旧，他亏损累累。你看看他的整个这几年来
这两年房屋可以用的空间只剩下二分之一都不到了，所以确实它的营运的收入就会比较减少了。不是啊，部长，你不要再这么跟我耍嘴皮了，不要讲了那个，你要去整顿这些嘛。对，这个我们会督导了。你督导什么？难道我们做决议，就一直叫你104年，现在已经到了哦，快12月哦，说你这几个基金会。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并到国家来嘛？为什么一定要就好比你们很爱，就像那个什么港务公司成立了才几年，就成立5家子公司，5个董事长，5个总经理，好几个副总，那个干什么嘛？对不对？你们这些，等于你把本来原来应该要缴入国库的这些利息、这些租金、这些股息，那拿来做什么？做你们开销，就刚提到了嘛，公关费用还比你们的什么，还比你们的那个特事会什么都还要高。那你说是哦，这个是给华航或给邮政那个邮局的人的什么员工的婚丧喜庆，那他本身在华航的公司他就去编了嘛，为什么要在这边编呢？说是婚航好几个部位在编。那集合起来的话，数字多大？没有啦，这个大概历年来，这是传统的习惯，所以不是传统的习惯，那不对，就是要那个嘛。你再讲，就是这几个，严格讲起来，就是你们的小金库而已嘛。这个大家不会去用这些钱呐、啊。什么不会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嘛。啊、你一年，我们部里头不会用这些钱、啊、你现在你看嘛，你自己的邮政协会来讲。你看他一年的收入，他的一年的收入多少钱？那收入里面全部都是花掉了嘛？就是花到你这些什么人事会用、公关会用什么，都是这样子嘛？那美其名说还是一大部分，美其名是说好像哎呀什么培训什么人才，培训了什么？就我跟你讲，就是这个都挂羊头卖狗肉嘛，一大堆嘛。那怎么处理？反正立法院是告不回家、啊。不是这你根本你听别人，你只要12分钟被质询过了以后，你要想啊，你要替台湾的长治永安着想啊。对了，这个我都有考虑过了。我你考虑了什么嘛？我们会把为什么你这样子没有在本席要求你？你为什么你拿来看？你哪些律师告诉你说他没有办法审聘？因为我们要求你在104年之前。你要处理哦，这个是我们做出来一个决议哦。是，我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委员。你把这几家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单，你拿来看看，还跟他在那些什么关系的？所以真的讲啦，这个都是你们什么？就是你的小金库嘛。那反正你只要今天被骂过的话，你钱照领，照爽，不会啦，委员，我向来不会，我们交通部向来不会去用这种钱呐、啊，对不对？不是啊，你都是所有的人员。这都是你退休人员去的，都是你们跟你们交通部有关的人员去赚那个钱。只要有一个基金会，有一个子公司，就有董事长、总经理，好几个副总，还有甚至会计什么一大堆。那怎样？他唯一什么？他现在用了这些人啊？你在管什么？还现在还要增加两个人？你要干嘛？你剩下两个人要干嘛？邮政协会现在在因为办理所谓财产的分割，跟电信协会办理财产分割。你要剩下两个人干嘛？所以因为每天就坐着，要固定的，你又要扩展业务吗？没有，就坐在那边怎样？就收租金，真的收你的收入就租金利息，那个电信协会就是多了一个股息而已，那把这些钱原来缴国库的钱。都拿去花心钱，拿去吃。我会请他们再检讨了，我会请他们再检讨，是，对不对？你把那个相关的资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它裁撤的理由？好，那是哪一个大律师？我们倒想知道是哪个大律师弄的。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鸿钧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主席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部长，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应该是松山机场的一个论坛嘛，哈。是是。这是台北市政府主办还是？不是，你是说松山机场那个是台北市政府主办？台北市政府主办啊。然后里面谈的结论就各说各的。对。一个说2020，对。然后一个说2030。然后甚至于有人提到2017，其实交通部现在的立场是怎么样？交通部的立场向来一直都没变。没变是什么？松山机场要迁啊，平常讲要考虑的面向非常多了，除了国防，不是只有单纯的从台北市的都市计划来考量，那么国防、空域，那么还有离岛，还有各种面向上要一并去做考量啊。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哦，这个不要到了每次接近选举的时候，然后变成一种议题的炒作。松山机场的存跟废哦，应该要把它定调起来，而不是每次到了一个选举以后啊，松山机场要废，松山机场要迁，然后谈完了以后又没有了。结果就让整个松山机场整个就是停滞不前。对，你究竟如果要存，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把它整顿。对，其实上一次委员一直也在谈，我们现在其实也内部也有一个想法，松山机场其实还是要在做，把军方的那个部分的这个的地，他们如果可以输出来，那我们可能会把国内国际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分隔，来做一个速度的处理了。那这个就是大投资嘛？对。那这个是大投资、大改进，整个改造松山机场，这个就包括，这个就是先要决定它的存跟废嘛。对。当你要决定它存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改造整个松山机场嘛。对，因为2030以前呢，根本不可能谈这个。那你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了，不管你中央地方哦，就是你挂在2030。以前我们不可能怎么样，那等于就是2030以前松山机场任何的准备大投资不可能做得到。可是站在我的立场，没有没有，所以部长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一个逻辑跟概念的。是是，松山机场现在饱和了没有？松山机场确实现阶段里头的量，那么已经到了一个顶点，已经是一个饱和点。对，然后现在还是持续的增加，对不对？对，旅客还是持续的增加。对，那松山机场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点，航站就必须要做一个程度的处理，其实早就应该要做的。当我们松山机场要开始国际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应该早之前就应该要协调整个空军的那边的基地，本来就应该要盖新的航站。是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在两年前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处理。我现在后来是碰到了新的市政，我现在要跟部长提的就是说，是今天存跟废，如果你不把它做一个定调的话，你松山机场就是永远就是维持这样子而已。然后维持这样的以后，你到我们可以预估的话，到明年开始可以看到松山机场开始又要一团乱了，因为旅客开始又要开始暴增了，就跟现在的桃园机场有什么两样？所以都可以预估的出来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只看到了每次一个选举到的时候，要存要废要存要废，讨论了多少次，讨论了多少年了，不要说多少年，讨论了将近十几年了、每次的台北市市长的选举都已经拿出来讨论，然后中央的选举也拿出来讨论，结果松山机场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事实上国际上首都机场所在都有了，所在都有，而且也经常就是说有那么先要把它废，后来又把它废。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哦，中央要站在一个中央的责任哦，应该要去把它定调出来。是是，把它定调出来了以后，这个松山机场要才有它的未来性跟方向性，要存要废赶快把它定下来。我们一直也是跟委员的想法是一样的，而不是说今天是把它一直闲在那边，究竟我是要存要废的问题，而且永远就是这样子，然后松山机场永远没办法改进，可是它永远还是存在的，然后它的问题只是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是应该已经到了要去面对的最急迫的时间点了，而不去面对它的话，未来的严重性会更严重而已。
对不对，部长？对，这个我同意委员的看法了。哦，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包括台北市政府也好，包括各党，各党，其实针对这个，我们应该用理性、专业的角度来讨论它的存废的问题。你一个挂着一个2020，一个挂着一个2030，2030其实也是不对的。你中央讲出2030也是不对，因为你现在是要第三跑道。我跟你讲，只要是我以前长期在这边讲，第三跑道给我搞到2030的话，我是觉得哦，真的是哦，要负责的这些相关官员啊，早都应该全部给我下台。我要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我们交通部面临的一个难题了。为什么当时会设定在2030？因为这个涉及到区段征收，那涉及到北边土地，我就讲了嘛，要限建或迁。原来不需要征收的第三跑道，你把它往北移了以后，变成要征收，这个政策当初是谁定的？当时大概是地方政府一直强烈要求说，如果放在当初谁去定这个的，这个人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我讲真的嘛，你当初其实如果没有去往北移，不需要去征收土地，原来的地方的话，早就解决了嘛。现在第三跑道早就好了，你同不同意我的讲法？是，你同不同意嘛？对，我知道大家都很急了，都很急，不是很急嘛？对，你如果不北移的话，当初的话，只要在这个地方不去征收的话，当初原规划的第三跑道现在是不是完成了？有没有这些问题？定这个政策的人才是最应该要负起最大责任的人了，没有人去追究这些问题。那你相对的一样，你从松山机场的存废、桃园机场的问题，我们看到最近那个叫什么？那个离岛的那家公司叫什么？全球通啊？全球通现在废了，对不对？对，看起来他终止了嘛？对，我们现在是发函给他说你终止了，那他可以陈述意见了，那。那终止了，现在是什么？德安？现在是按照现有的规定，我们是要求现有的这个执行者啊，他要继续维持。啊，他又不愿意？没有，他现在就是说，因为他是4U的厂商了，他可以递补，但是递补要提所谓的递补的营运计划书，我们再核。所以没有问题。我一直上一次我就跟部长讲，离岛或许不赚钱。那我们这一些大的航空公司，包括长荣，包括华航，你们今天走的是黄金路线。以前哦，我们还有这些离岛的这些公司要去竞争，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让这些小的公司有他们的存活的，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考量。现在到了这个连小公司都不飞的离岛的话，你大公司是不是要有义务来飞这些航线？啊，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跟部长提的逻辑嘛。你黄金路线你要走的话，你也要服务偏乡嘛。对了，这个就是说，是不是有没有收入绑肥肉的这个可能性了？那当然，离岛的这个跑道，你今天德安他会次优，表示他有他的问题才会次优。然后你现在勉强叫他飞一年，未来的状况，你不能把离岛飞离岛的这些百姓的安全。把它当成不是一回事嘛？是我现在也要求民航局要做完整的评估了，要看看用什么方式来。你现在应该是紧急去协调这两家大型的航空公司，要他们如何来飞离岛？离岛现在一年，他们起降都大部分都是松山嘛？对，大体上。大体上是松山嘛？光离岛的话，将近。但是也有像七美、万安呐、啊、这一些。一年大概多少？也大概200万有吧？200万有吧？有吧？应该没有那么多。大体上大概是东部的了。东部。你松山的国内航线就将近，国内航线将近就280万有吧？你如果说飞松山的，那当然有230几万。230几万嘛。但是如果飞离岛的，从那个。那五条线的话大概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我现在讲再次的跟部长提的就是说，你今天以前还有所谓的什么华信跟什么跟丽龙嘛，对，在飞离岛嘛，是现在几乎都没了，现在完全没了。有还是有，只是就是说这那还是有的话，就是从这个方向，是从这个方向要求大型的航空公司你们要有义务嘛，啊，不然我给你这么好的黄金路线，对不对？那这个还是要去好好的去把它检讨嘛。这上次讲了，你们也没去做。有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要求
要做速度的评估了，这大公司要做速度评估要快了，是要快了，评估评估评估，再评估到评估到评估到你下台了，还是评估下一任部长上来也是评估，要从他们做备案，因为我们有备案在做。留点事情，留点政绩，留点攻击了。了解，谢谢委员的指教了。谢谢，留点攻击了，我刚刚讲那两个啦，是把松山机场存废的问题往前挪，是究竟是损失费。赶快定案了以后，松山机场才有它的未来啦，要不然永远就是在那边你存我废而已啦。那就相对的一样，刚刚提到这个也是一样，离岛也是一样的问题嘛。然后你回归也是一样嘛。现在高铁的财务解决了，解决啦，对，两百多少？242亿，这是基金来出，那剩下总共大概300亿了。那这个就牵扯航发费嘛？对，航发26亿了，对不对？是。那你航发费现在它的最大股东是那个华航嘛？是。它占了30几嘛？是。我就一直在纳闷的，那你现在航发费投资了高铁各方面，你航发费究竟有没有好好的管华航啊？华航今年应该预期可以赚大概最少，据我的了解，现在已经60几亿了。华航长期都是在亏钱。对了，那几年确实因为有涉到反托拉斯的问题，所以稍微什么反托拉斯，其实他的问题一大堆啦。你什么投资什么虎航啊，投资什么的，有的没的，我都还不想讲那么多。那这一些究竟他的问题的症结点，一样的是长龙，一样的华航，为什么长龙可以赚那么多，每年都在赚钱？那为什么华航每年都在亏钱？他飞的航线有比长龙差吗？那这个航发会现在应该要好好的去整顿，整顿嘛，应该要去整顿的时间应该要去看嘛，对，对不对？是。然后包括现在我刚也是前几天提的，我们旅游的那个什么网站塞爆，这个就是我们桃园机场同样的类似嘛，一个政策在推的时候准备好了没有嘛？我们在开放大量的观光客进来，要突破1000万，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完全没准备好，第三跑道看不见，第三航下也才开始发包，然后都是遥遥无期，然后整个把机场塞爆。对了，这个跟然后你现在20年没有做的事情，在这几年会要做把它做起来，确实大家都很辛苦了。你现在要有一个利多，大家很高兴，结果一下子网络就塞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好的政策，可是你要推的时候，你要看到的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不过这个都是其次啦，我还是跟部长讲的重点还是在松山机场，要把它定调出来，再不定调的话，还是重复的问题还是产生啦，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留点政绩下来，好不好？谢谢委员指教，谢谢。那他掉走了吗？好，我们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咨询，许淑华委员不在。我们找黄伟哲委员咨询，黄伟哲委员不在。李学章委员不在。苏清泉委员不在。李通豪委员不在。赖正昌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李桂明委员不在。陈一杰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不在。周尼安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不在。杨应雄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我们登记执行的委员已发言完毕，另做以下的处理。委员简东明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那我们休息10分钟后进行讨论事项的处理。
哈。好，那个我们刚刚那个就还有那个委员叶，我们继续开会哦。那委员叶怡金、陈树叶、刘兆豪他们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我们请那个管碧玲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跟处长。好，我们于副主委跟那个处长。哎，副主委哈，这么重大的事情啊，主委请假哈。哦，生病哈，哦，那我们祝他早日康复。委员好，两位好哈。这个东森总共很多集团要来买嘛，一定的嘛，所以总共有几个集团有来询问相关的事物。我们打电话回去问主秘，主秘在开会，我们叫他火速回电话回来。没有，是只有 DMG 来，还是很多集团来？好像不止一家来询问过，不止一家吗？是的。好，那 DMG 是哪一天来？我们也在问这个主秘，他因为在会来，处长知道了，来处长主管嘛，霸伟，因为他们来的时间，我好像去参加行政院状会，我并没有参加，对，所以我派同仁去，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 call 主秘了。是，我想刚刚那个，因为那个赵伟已经是谁来？是谁来安排这个约会的？他们的人来联络的。他们是谁？他们好像是有台湾的那个委托律师。他们是谁嘛？就是 DMG。所以是 DMG 委托台湾的律师来询问，是不是？对。来，你再讲一遍，是 DMG 委托台湾的律师来询问的吗？我初步了解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吗？对。那确实，我真的还要再所以是 DMG 要买嘛，对不对？其实跟文报他就如同你讲，他一直在这个确定以前，他其实按照东森的说法哈，说有到很多组买家了。对啦，但是 DMG 确实想买嘛，哈。对，没错。你们教得很好哎，谁教他们的？那一天谁接见？接见是主秘。哦，教出什么结论呢？没有，他就来问法规命令嘛，对不对？就是相关要遵守的法规跟法规。对对 对, 对, 对啊，所以你知道你们教到多好吗？你们教到他们已经非常精通我们的法规命令，然后找到一个狡猾而聪明的购买方式，就是用集团下面一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来买。我说NCC 一个月前把他们教得真好啊。委员这样，我觉得委员这样说有点不公平哈。其实我，你们可能是无心的啦。没有，我们就告诉他说，讲得很清楚，告诉他说，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法规，按照《卫广法》相关法规有哪些规定？你们理当啦，理当做这种服务啦。是哈，国家招商不管谁来，理当做这种服务啦。哈，那好，已经造成这种结果，我可以修正。修正说你们在动机上、心态上绝对不会想要教他们钻法律漏洞，可是造成这个结果了嘛？他们深知我们的法规命令以后，现在找到一个钻法律漏洞的方法，找一个美国公民个人来买。那处长，你刚刚一句话，我皮皮叉，我听了皮皮叉。刚刚不晓得是不是罗委员，我现在忘记哈。质询你的时候问说你们要严审嘛，好，你回答说我们会依法审查。好，那问你说那他们这样来买可不可以，你说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形式来申请，对不对？确实如此。确实嘛，对，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形式审查主义，你们要用形式主义去依法办理，我告诉你会过，全国人民抓了一单。那以今天 NCC 处长在这里答询，抓了一单。为什么？任何形式哈，太多形式可以规避我们现行的法规命令，可以规避到它绝对不是中资，然后绝对依法可以买。他已经会了，已经用美国公民个人身份要来买啊。那我问你哦，处长，如果他真的用美国公民个人身份来买？好，以现行的法律要认定为中资容不容易啊？
报员，您刚刚那个说法啊，是我觉得应该是媒体这两天报道中的一个说法。对，因为我自己也有看，我自己也有看说法来分析。洛杉矶的他是讲 DM 美国的 DMG， 他并没有讲个人。那个人部分好像今天有部分媒体就报道，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审，就是看他的投资架构，投资架构来以后，我们会根据他的投资架构。该查该审都一定查，就是、那一定是严审。跟、就是这个、跟我报告，就是刚刚罗也是讲说，那当时来那个 DMG 是美国的 DMG 来还是中国的 DMG 来？哎，是就是美国的 DMG， 美国的 DMG， 它背后控股就中国 DMG 嘛，对不对？哎，现在我们看报纸是这样写，哎，看报纸是这样嘛，哈，所以其实背后是中资啦，好，背后是中资啦。好，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件事，这个主委要来回答。其实主委也不够，是副主委也不够哈、哦。主委要来，经济部部长要来回答一件事，就是说，假设报纸现在讲的是对的，他用美国公民个人身份要来买，好，假设是用这样，那你们真的会相信这是一个美国公民个人身份来买的案吗？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美国公民，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相信。就肖先生嘛，来。如果是他，然后就是今天报载，哎，社会已经沸沸扬扬，你要给人民一个安定感呐、啊。如果今天就真的是用肖先生的名义来买，然后他是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要来买，那你们在审查的立场会真的把他认定成是一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来买吗？不会，还是不可能这样，他们不可能这样，所以今天媒体都说错了。那个。委员，刚刚你讲个人，他是应该今天媒体报道是说，那个DMG 的在台代表发言人是说，那个丹，那个叫什么？笑，对，那个美国人 Demis， 他个人不是指那个所谓对笑先生。哦，好，没关系。那个人的个人来买，你们会认为他是个人来买吗？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他案子进来，但是不行啦，但是我如果是你，我不会这样回答。现在报纸写这一点，该查我们都会查了。来了，副主委，如果是这个美国名字 Dan 是吗 ？Dan Miss， yeah。OK， 如果是 Mr. Dan， 好不好？好，如果是 Dan， 他用他个人的名义来买的时候，你们会以他就是一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下去审查吗？来接案吗？这个外人投资，这个投审会也要对于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股权结构以及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核。啊，你们都没责任吗？你会提供什么意见？我们也会去就我们主管的项目去审查。会提供什么意见？你们会认为这是 DMG 买还是美国公民个人买？因为现在案子还没有审，我也没不宜提供我个人的这个意见。真的不称职啊！真的不称职啊！因为其实实质认定已经出来了，为什么我说实质认定已经出来？当想要买的对方，当买方是以 DM 集团中美国的 DMG 公司来跟你们接洽，这就是实质认定很清楚，就是 DMG 要买，第一个动作来跟官方接触。你们一定有记录嘛，对不对？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什么约，然后谁来谈什么事，会有记录嘛？是的，对不对？对嘛？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NCC 已经有一个记录在那里，记载着一个多月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DMG 美国的 DMG 公司委托台湾律师某某某某某某来拜会，来讨论要洽购东森媒体集团相关的法令规定，对，实质认定很清楚了，很好，谢谢你们，很证明是 DMG 要买 ，DMG 要买啊，他们委托台湾律师来问啊，然后问得很清楚，回去以后就找到这个法律漏洞，把它改成规避台湾所有法律的美国公民个人来买。今天本席问清楚这一个 point， 这一点绝不允许你们让他用任何假外资或者是个人身份来买，全国人民绝不相信，已经事实证明想买的是美国的 DMG 公司。来，本席告诉你，
中资常常如何狡猾。本席其实花两年的时间废了一个标，这个标是中油要花2900万美元要在我们的禁制海域台南盆地，也就是嘉义以南，彰化嘉义以南一直到左营的内海做海底 3D 政策。当时得标的第一名是马来西亚商中海油田公司，是马来西亚商一个英文的名字。好，你知道这个马来西亚商，它是用一块钱的美金，也就是新台币30元，在马来西亚登记的第一名，我记得是叫做 COZO。 好，第一名是一块美元在马来西亚登记的，它的背后呢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中海油田公司。好，那它的控股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那第二顺位呢是新加坡商叫 BGP， 它呢是用1000块美元在新加坡登记的纸上公司，它的控股公司是东方地球物理探勘公司，是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面的子公司，也是中资。我跟各位说，刑事审查一切合法，所以就开标了。刑事审查一切合法，这就是今天东森这个买案这个买卖案你们将会遇到的事实，它的刑事绝对一切合法。所以我现在要先把话说在前头，我绝不允许你们做刑事审查。为什么？因为实质认定很清楚，有证据有事实，让你们做实质认定了。因为实质认定就是这个美国的 BNG 集团要来买，因为当初来就是这个集团委托律师来的，由不得你们用刑事审查主义处理这个案子。它实质就是中国控股之下的集团要来买，而依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73条，再依我们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第8条的规定，这个背后是中国控股公司所掌控的美国的这一家娱乐公司，它符合我们第8条所谓来台投资的项目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具敏感性者，你们要禁止投资，要限制投资。是的，我们会那个去严格审核。谢谢。关键点在那个第一个动作已经很清楚，是这家公司要买了，不是个人啊。好，我们接下来请赖委员正常质询哦。可是我们给他5分钟哈、哦。好，还有那个，等一下，还有委员那个许淑华所提的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好，谢谢主席哈、哦。那我们是不是有请那个副主委哈、哦？委员好。啊，副主委你好哈。那个想请问一下哈，我们这个礼拜三这个有关广电商法又要协商了。那上一次的话是要我们那个 NCC 做这些幕僚作业，那现在进度怎么样？我们就持续的收集各党团所需要的资讯，跟各党团解释各个条文。上个礼拜的问题，你们都有处理了吧？是的。OK， 好。那最近哈、哦，这个媒体一直在讲啊，哈，讲说台联党哈，哦，台联党反对这个什么，这个不是，这个是一直在图利这个有无线电视啊，这一个反对这一个人民台、客家台这些啊，哈、哦，那这个跟甚至在做各种的这些不实的指控，或者那但是这个是不是请 NCC 说明一下，我们台联党在11月11号，我们的提案内容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内容来讲，哈、哦，这个等一下，我马上就晃一下哈。其实我们台联党团，我们的提案来讲，
我们是无线必载的话，我们是无线台是只有必载一台啊。那我们对于这一个无线这个基本频道的话，这个是完全是开放，不是只有无线，包括卫星无线的公平竞争的，他们只要有达到的自制力，有达到的这个 HD 的比例，有这些工艺的话，其实无线台要说可以有列为基本，连卫星台也可以，这个是一个公平竞争，这样有什么不对？哈、哦，然后再来的话，这一个你看一下，这里面我们台联党团的内容里面，我们是公共电视是全数免费必载，原住民客家。我们只有多一个什么，我们再把它多增列一个教育台而已。如果说我们有图利，应该是图利教育台。好、哦，我们应列免费的固定频道，然后再来是我们保障弱势团体的媒体禁用权，这个是白纸黑字啊。好、哦，我们台联党，我们白纸黑字，我们的提案的内容是这样子的。这个 NCC， 你可以讲一下我们这样的提案有什么不对？跟现在最近媒体一直在。把台联党抹黑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媒体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吗？这样操作的吗？请回应一下。那个本会送进去的那个广电三法的修法，也是提议一加 N， 那个 N 就是说有这个自制频道这个高画质的话，可以考虑增加进来。这个是我们台联党这白纸黑字，我们的提案内容是这样子的，但是最近很多的这些有线电视的业者啊。一再的抹黑啊，说台联党是什么图利无限，我们讲的是一加 N， 这个 N 的话不是一个数量， N 是一个条件呢，对不对？而且一加 N 这个我们台联党是呼应的是 NCC 的主张啊，好、哦，所以说，而且这更离谱的讲说我们在排挤原民台客语台，我们的提案内容里面，我们除了原民台客语台，我们还加上一个教育电台。你说教育的话会排挤，我是觉得说这个也都是有点离谱啊，这都白纸黑字来。那再下一页，好，那我们第二个主张，我们说要婚族互惠，这个婚族互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好、哦、中时网络的，这个是中，这个还不是我们台联的嘞，这是中时的这个民调里面有高达74%的民众啊。是赞成要婚族互惠的，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要主张婚族互惠，这一个跟民意有何的违背啊？那个 NCC 对这个的看法呢？我们对于这个跨区经营的业者也有要求他这个分组。好、哦，所以说从这以上来讲，我们知道说这有很多的这些媒体的话，哦，他们就是。拥有了这个有线电视的以后，在做这些不实的广告或不实的抹黑，其实是把很多的这些明明都不是的哦的事实，把它做这样的陈述啊。再来，我们台联还有主张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党政军要零持股，看一看今天的最新，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邵文革，是我们这次 DNG 要来赤化我们台湾的媒体。这个我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好、哦，这个是我们 DNG 的三巨头，其中一个这个邵文革，他曾经拥有解放军的一个身份呐、啊。我们认为说台湾的党政军都不可以来介入我们的媒体，我们 NCC 可以容许中国的解放军来介入我们的媒体吗？绝对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东森的话，这个 DNG 他们这样子的话，你说。他们这个没有中资的背景，没有解放军的身影，这个可以让国人相信吗？哦，这个我想，这个 NCC 绝对不能够说在睡觉了，好不好？是，好，好，谢谢。哎，那请说，哎，你把它说完。就我们现在并不确定这个 DMG 里头的股权结构是什么，这三个人可能是一个这个印记传媒的这个股东。这个我想这个你到现在人家美国都已经证实了，你还在讲说你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其实这个光这样子的话，我们 NCC 就要打屁股了，好不好？谢谢。先宣布在这下面找人。
好，我们现在那个进行讨论事项及临时提案的处理啊，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第二案及第四案的预算书及各项提案，协商中不休息。那我们是目前赶快去找那个委员过来。105年度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预算书，一工作计划部分第38页工作计划或方针，二业务收支部分业务总收入1,294,300元，业务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1,209,500,000元，税前剩余848,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1,515,000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资金运用部分第9页现金流量概况。105年度财团法人台湾电信协会预算书，工作计划部分第1至2页工作计划或方针，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1,891,900,000元，二业务总支出1,788,600,000元，三税前剩余1,033,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1亿元，五资金运用部分第二页现金流量概况。105年度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研预算数，一工作计划部分第3至17页工作计划或方针，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1,966,400,000元，二业务总支出1,415,000元，三税前剩余1,551,400,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2,520,000,000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资金运用部分第18页现金流量概况。105年度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师预算数，一工作计划部分第5至17页工作计划或方针，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2,1890,000元，二业务总支出2,1750,000元，三税前剩余140,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430,000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资金运用部分第18页现金流量概况。105年度财团法人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预算数，一工作计划部分第3至4页工作计划或方针，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19,1224,500,000元，二业务总支出1,5869,900,000元，三税前剩余17,5355,600,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资金运用部分第4至5页现金流量概况。105年度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预算数，一工作计划部分第1至3页工作计划或方针，第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18,9468,000元，二业务总支出18,1507,000元，三税前剩余7,961,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3,058,900,000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资金运用部分第5页现金流量概况。105年度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预算数，一工作计划部分第2至12页工作计划，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3,3779,000元，二业务总支出3,3408,300,000元，三税前剩余365,600,000元，三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4,695,200,000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资金运用部分第13至14页现金流量概况。临时提案，大陆物品不准许输入项目在经济部国贸局定有明文规定，目的是要保护本土产业，避免用人民纳税钱来变相扶植大陆产业而侵蚀国家经济命脉。然近日大陆变相整车进口非常严重，为维护国家政策，原要求交通部立即依车辆形式安全审验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对大陆制大客车进行召回做品质一致性查核，防住变相整车进口而打击本土产业。提案人陈欧珀、罗淑蕾、李坤哲。讨论事项第二案，委员提案：一、交通部所属主管财团法人专任员工之薪资福利水准差距甚大，最高的航发会年薪约150万，最低的台湾电信协会仅40万。尤其航发会业务多仅属赞助其他机构办理，非自办业务，却坐领高薪。以航发会主任秘书为例，主要业务内容系中立本会各项业务硬性与戳记之点首，竟然月薪最高可达
139050元，显然业务与薪酬不成比例，原此要求交通部一个月内就所属主管、财团法人、专任员工之薪资福利结构提出检讨与改善报告。提案人李坤哲、陈文珀、管碧玲。第二案，邮政协会应筹资资金来源系以出租房地之租金收入为主，而房地资产之处分除将影响其日后收入之稳定性外，亦属该协会之重大决策，建请应事先订定处分计划，并于预算书中揭露。提案人许淑华、罗淑蕊、杨丽环、李红军、陈根德。第三案，鉴于台湾邮政协会对房地资产之出售皆未编定资产处分计划，且未于预算书业务收入资产之处分资产利益项目编列预算，而实际资产出售后以并决算方式办理，102年度业务收入处分资产利益预算数零，决算6541000元；103年度业务收入处分资产利益预算数零，决算51084000元，实有回避国会监督之余，该会捐助章程第15条第一项，下列事项应经董事会2/3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并报经交通部许可或行之：一、章程变更；二、申请贷款；三、不动产之购买处分或设定负担。第二项前项会议之讨论，应于会议前10日将议程通知全体董事及交通部，并不得以临时动议提出准此处分不动产，应属邮政协会重大决策，即为重大决策及宜誉为编定资产处分计划，并纳入预算，必立本院审议。原提案要求台湾邮政协会于一周内将105年度之房地资产出售计划送达交通委员会，并自106年度起于预算书中编定资产处分计划。提案人管碧玲、陈文珀、李坤哲。第四案，邮政协会现自由董事15人及董监察人5人，为不论是董事或监察人，均系由交通部就该部及邮政现职员工中选任，与交通部审查交通事业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锁定，除政府或交通机构相关业务人员外，应纳入相关研究领域之专家学者亦或社会公正人士等规定未尽相符，且多数董监事之背景颇为相近，似无法透过董监事之不同专业背景汲取不同领域之专业知识或外交部外部资源，进而对经营绩效产生注意，不利发挥正面监督效果，又相较于专职员工人数达10人，负责日常会务之运作，其董监事人数达20人，势属偏高，有违常理，允宜适度缩减。原决议要求交通部督促所属研议适度缩减，并一个月内向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检讨报告，以确实减少冗员。提案人陈欧珀、李坤哲、管碧玲。第五案，国际电信开发公司就交通部捐助其参与国际卫星辅助搜救组织之年费，应何时依其收支项目纳编于年度预算预决算中，以利外界之勾稽与考核。另未遵节政府经费支出，建请审酌自行负担该国际组织年费之可行性，必有效发挥该财团法人及其转投资事业之设立目的，并向本月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许淑华、罗淑蕾、杨丽环、李红军、陈根德。第六案，鉴于台湾电信协会对于房地资产之出售皆未编定资产处分计划，且未于预算书业务外收入出售房地收入项目编列预算，而是实际资产出售后以并决算之方式办理，该协会103年度业务外收入出售房地收入预算数零，决算379160000元，系因出售台北市大安区金华区之土地之巨额交易，实有回避国会监督之余，该会捐助章程第15条第一项，下列事项非经董事会2/3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4/3以上同意，并报经交通部核可后，不得为之。一、章程变更；二、捐助财产处分动支；三、申请贷款；四、不得
不动产之购买处分或设定负担第二项前项会议之讨论，应于会议前十日将议程通知全体董事及交通部，并不得以临时动议提出准此。处分不动产应属电信协会重大决策，即为重大决策，即宜欲为编定资产处分计划并纳入预算，必立本院审议。原提案要求电信协会于一周内将105年度房地资产出售计划送达交通委员会，并自106年度起于预算书中编定资产处分计划。提案人管碧玲、陈欧珀、李坤泽。第七案，财产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原列2亿5020万元，建议全数冻结，事项交通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实得动资。提案人管碧玲、陈欧珀、李坤泽。第八案，台湾网络资讯中心业务总收入预算数较历年度决算时机衰退，且购置自用房舍与租赁并行，租金增结有限，应审慎衡酌办公房舍需求规模与每平单价及其运用计划，以切合时业务需时需，必避免闲置或低度利用情势发生。提案人许淑华、杨丽环与洪军、陈根德。第九案，财产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师105年度决议，政府设置财产法人主要为达成特定政策目的。好，那个针对本日的会议有做如下的决议有：一、报告及询答都完毕了；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及相关单位急速以书面答复；三、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那个我们另外择期继续审查。现在休息，礼拜三上午9点继续开会。